干肌群强化操，侧腹伸展运动，锻炼部位，腹肌、背肌、额腰肌、长腰肌、腰部深层肌肉，目的强化体干核心肌群，效果身体姿势变正确，不易跌倒，体型变精壮，预防腰痛。动作，将双手伸直，腰握于头顶，牵引身体往左右侧延长伸侧，对侧腹肌肉的伸展非常有效果，且伸展动作不只刺激侧腹，还有体干的背肌与腹肌。透过这组动作可以强化核心部位，而诀窍在于身体要维持正面朝前，肚脐以下先吸气收小腹，然后慢慢吐气往左右侧伸展。在意识到收紧下腹的状况下，能提高体干核心肌群的锻炼效果。体干的腹肌、背肌是维持身体挺直的肌群，也是保持身体稳固不倒的肌肉。因此，在锻炼这部位的肌群时，最好能意识到身体并向左右延伸，会有更好的效果。重点，做操时要意识到身体的中抽线次数，左右个5次。